对三类医疗器械的保护作用强，并适用于 EO、辐照、低温等灭菌方式。PET 的材料是一种蓝色地板透明塑料，是一种无定型共聚酯，主要特点有二、韧性。 PET 的板材具有足够的加工、运输和使用能力，有助于防止开裂、